高雄一名妇人日前在鹅阿寮观光鱼市买完了鱼之后，忘记了机车停在哪，无法回家。由于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五点多，让妇人相当的着急。她只记得呢，把车停放在有草皮的路旁。还好热心的员警协助之下，根据妇人所描述的位置，最后在市场的摊贩后方寻获了车辆，也让妇人安心回家。